好，直接要进野区了，带着僵尸一起来。僵尸一级基本上是所有上单里面最强的，抛开奥拉夫不谈吧，除奥拉夫之外最强的上单啊，僵尸。好，放眼直接被秒掉，一级在这里，他在这里挂机，三六九也过来陪你们挂机。你僵尸来了，但是说实话，三六九这英雄一级没什么用，肯定没有赛恩厉害。赛恩有个大劈，有大劈，还有僵尸，这里野怪抢到了，漂亮。那这样做瑞。Razok 能到两级 ，Razok 到两级，直接上了捅 Miko，Miko 这里被迫交治疗，交了治疗之后，僵尸这里没血了，僵尸可能要白给了，也抬个治疗，抬的血线，这边还在拉了一笔蛇走，这边一直在战斗啊，还在战斗，就想要前期打死这边的滔博，好，滔博还是求稳，直接吃红了，这里僵尸一滴血没死，塞恩，平一个平 A 就死了，但是，好，没有人愿意用闪现去杀一个僵尸，因为杀了他，他死了比活着有用，好，小磊哦，这里中路已经被打闷了。已经有点闷了，两瓶药已经吃完了，小磊只有一滴血。下路这里你喜欢进我野区，那我就带着小天一起，不让你上线。不知道啊，有可能是不是少了电刑，或者说他是不是双踩，可能是 QQ 这 WQRE。 好，僵尸这里开大要被逼闪了，交闪可能都会死，因为有疾跑。好，这里一个大 PP 起来了，就可能就不会死了，还是要死吗？上路这里完成单杀，交闪现造型过来救三六九，可能要走了，一个一个我连没劈到三六九，这里原地回城，僵尸可能要送下路僵尸，上路僵尸奥斯卡可能要死吗？下路诺瓦已经打不过来，要被杰克艾单杀了吗？杰克艾差一点，诺瓦这里直接要闪，还是没办法，因为一级对线你亚非利欧只要不优势，亚非利欧必须得一级优势才能赢卢了，才能赢卢了这个版本。下路这里要越塔了吗？但是我越塔变羊变得好完美，反了。下路这里直接被暴打了，杰克艾统治力，然后上路直接继续掰，掰完之后找机会开大招，好，这个大招角度还不错，能逃生。下路大招想吸血，不给你吸，杰克艾很聪明啊，知道你亚非利欧想红刀大招吸血。那这样的话，亚非利欧没状态了，不过中路优势实在太大了，中路动了，安吉拉还在中路挂机，完了，这里小天大招叫得出来吗？小天这里大招也不交吗？小天老板他又不交大，不过杰克艾单杀掉了这边的亚非利欧。安吉拉杰克艾是必死无疑了，就小天是有机会活的，你们懂吗？小天是可以交大招控制抵消的。这里一闪过来清狐狸的转，小磊欧找了一波机会，漂亮，小磊欧找了一波不错的机会，直接让杰克艾收了一波大米。其他人要站出来啊，好，上路这里会慢的味道，有 TP 的，你踢我也踢，先吃了两个蝌蚪，威佐克直接交大招，这边一撞，这边只要杀谁？三六九这里有大掰的，三六九有大的，看三六九掰谁？掰了一个亚非利欧，三六九这个掰掰不好，掰的不好，赶快撤退，这里造型已经被处决了。亚非利欧一个大招撒过来，撒的还不错，撒的还不错之后，但是可惜已经打不过了僵尸复活，僵尸复活这里形成了一换二，形成了一换二，能吃四条蝌蚪也能接受，一换二人头赚了，主要自己大哥杰克不死就行了。上路中路要开滑了，有大招的，直接滑脸吗？没有选择直接滑脸。这里直接滑脸应该会滑出闪现来的，小磊瑶还好漂亮，一技能打断了妖姬的 W， 不过这里伤害怎么这么闷啊，小磊瑶要被闷死了。好，等等后面位的下一个 W， 必死无疑了，一个好必死无疑了，三条挑起来，勒布朗这里伤害太高了，勒布朗前期最猛的一波，这里没选的踩，好，这里没选的踩过去啊，怕三六九反应快 ，W 直接抵消，还是玩的比较稳的。三六九这里有个三大掰，直接过来撞三六九，这里没闪现，应该必死无疑了。好，一个链子嘛，一个链子直接链死了这边的三六九。灰马洛伊的全场在带节奏啊，一个人在撑起了弗兰蒂克整个家，你能撑起整个家，我也有人能撑起整个家，杰克也撑起了滔博整个家啊，一边是灰马洛伊的在撑起弗兰蒂克整个家。左边是杰克，右边只靠中单，但是中单肯定不如 AD 有用啊！哇 ，Humanoid 最能接管比赛的 ADC 啊，卢锡安，火炮上来白嫖你两枪，双踩过来，漂亮！但是可惜妖姬弹回去了，伤害差一点点，闪现过来晕小点。小天这里死掉，追逐鬼这里一滴血，灰麦洛德这里没状态，想乘胜追击，知道你中单大哥没状态，你其他人全是虾兵蟹将，奥斯卡没大招，赶紧交闪跑，知道你中单大哥没状态了，想乘胜追击，可惜全部闪现拉开，
整体经济领先3000，杰克一个人领先5000。那这样一看的话，滔搏经济还是落后哦。这边39被毒打一套，准备掰，掰得回来吗？掰回来，掰回来之后还不错，一个大招，亚飞一个大招没伤害，僵尸过来拿命撞 ，Mako 这个位置有闪现，交闪掰走。库玛雷德双踩过来收掉这边的 Mako， 双踩收掉 Mako， 狐狸过来闪现大招跑路，那你来干嘛？库玛雷德要死了吗？又 W 回去，但是杰克这边有火炮，直接收掉这边的库玛雷德，那这样大哥一刀，滔搏机会来喽，而且捡了个勒布朗很来劲，一个大劈劈出这边露露的闪现，还是三个虾兵蟹将还敢打吗？不敢打了呀。这边什么情况？赵信这里有大招的，赵信大招开得出来吗？赵信这里大招开出来还是要死。好，赵信到赵信的意思，奥斯卡过来撞，撞完之后队友跟不上，奥斯卡这里白给，那这样的话有机会 A 大龙没有打野，没有上单，有机会 A 大龙吗？滔搏应该会直接过去 A 大龙，但是 A 大龙的情况下，库曼诺伊德就有机会表演了，因为库曼诺伊德这个英雄在大龙龙坑非常强，妖姬这个英雄就是我专门玩大龙很厉害的，你爱要不要这个小龙啊？再给你一条都无所谓。好，超级巨大优势啊！现在灰曼洛伊德一个人是没用的，单靠中单一个人是没用的。AD 版本 AD 说话，杰克应该差点钱回家无尽的。哎呦，好来劲啊！好，经济领先8000。打，小磊欧这里阵亡了，阵亡了，但是不管你要，这边阵亡了，这边还想开着过来抢，找杰克的麻烦，杰克直接被大屏 P 下，杰克没闪现，杰克不能死啊！杰克这里拉走了还行，赵信过来就想弄杰克，但是可惜杀不掉，库曼洛伊德也来不了，库曼洛伊德被39隔开了，这边想过来掰谁？这里掰了一个闪现出来，39这个位置能走吗？39能走就行，好，39这个位置能走就行啊！库曼洛伊德不在啊，库曼洛伊德又被杰克杀了，但是杰克拿到双杀之后，小天无敌的呀，捡到勒布朗尸体，但是好像不会玩。好，这没关系，破两路，10000经济，3路还有机会破，上路高地也掉了。好，3路破不了了，赵信马上活了，考虑到人数劣势，还是决定撤退。小磊欧这里叫 TP 过来保队友撤退，快走，广快走。有护盾都被单杀了吗？感觉在补刀。好，正面又毒打起来，奥斯卡顶不住了，赵信过来挑起小天，但赵信也顶不住，赵信顶不住，后面路的过来打杰克，杰克这里一滴血锁住了，杰克这里一滴血锁住了，比赛结束了。好，比赛结束了，你活着也没用了，奥斯卡活着也被一波了，好，没有办法了，那张通过杰克爱的超神用发挥啊，滔搏1-0。一个人的表演，不对，两个人的表演，双路下路神勇发挥啊，杰克和 Mako 超神发挥，两个人扛起了整个队伍。伟大，这太夸张了，属于2-8。